一转眼道具都上来了，这显然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，是吧？调背景。是的。好，那您开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 眼花缭乱啊，特别酷。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一杯有没有名字？这杯酒叫那个男人，那个男人。你想找谁来尝一下？15号，杨怡的。Cool。哎，这边，小心，当心点。评价一下这个酒。 我觉得这个酒的颜色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它里面好像还有点那种星空的感觉，然后闻起来是那种甜甜的感觉，我觉得男嘉宾还很厉害。谢谢谢谢，非常谢谢。好的，太夸奖了。我还可以教一位女嘉宾来调一杯酒。好，孟老师。 24号，我记得是很爱喝酒的。哦，24号，你来。各位心仪，学习调一杯酒。你可以先拿起这个瓶子。这款是中国的白酒。中国的白酒，说的该不会是狼牌特区吧？对，就这款酒，狼牌特区。这就是，哎呀，那可真是好酒啊。然后下一款，你来这款红色的，哎，到这里，好，很 OK。 然后咱们再加入这款山楂树的果汁，绝了！那这味道绝了，肯定会很甜。对，高点，衡水香醋6年陈。对，让你去摇一下吧。魏心怡这个娴熟的程度不像是第一次上调酒吧台，我感觉。哇，好专业啊，姿势都很专业。对，很好看。这款酒是为我未来的那个他调的这款酒，叫山楂树之恋。 哦。